Get on your horse and ride. Rolling deep, coming girls with me, popping champagne. 今天我们就这样，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天了。你外套走开。来来来来来，我最近影片的后面都有他，就被传出来，放在我的桌子。总之呢，今天是绕赛特辑。今年要干嘛？绕赛。来，我们要怎么绕赛呢？跟家，我有照到吗？我没有照到，一个一个。原位，这是原位。对，我们这部影片在右上角。这个他是过吗？过这边。然后，双倍辣。哇，今天绕赛咖喱口味。这一家麻辣口味，起司口味，我买不到，因为我的钱不够了。这个我存超久了。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喂他吃，来啊，吃啊！我们先来，这包大家都吃过了。对，而且大家是我们都吃过了。对，我们都吃过了。然后现在我学校旁边就有了耶，真的，我学校旁边就有这些。现在右上角是我上次跟蓝干他们吃的，对。那我们就先去厨房吧。对。现在我们开面，哇，这个原味的嘛。OK。那这个是麻辣的。好。对吧？然后这两盒。这是意外。噔噔噔，神圣，你开了没有？开了，开了。哦，神圣的一刻。大片了。嗯。好啦。还是一样的东西啊。对。那我们咖喱，咖喱。哇，这一次咖喱不太香。你们真的美食当中可能会有自己的声音。什么？你看里面有那个。有一些东西，什么咖喱、洋葱之类的，天然什么啊？来吧，那我们就来泡喽。好啦，现在泡好了，哒。然后这是普通的，这个双倍辣，咖喱口味，麻辣。听说麻辣是最辣，所以我们最后吃这个，我们就来见证它到底有多辣。看，我们直接从要看到影片最后啊。OK， 看很恐怖啊！你们看到它在着火，有没有？没有。好，我想要这样子。好，第二个是咖喱，因为这个我吃过，超辣，真的。OK， 所以这部影片一定要看到最后。咖喱里面有料，是超棒的，超棒。我买的时候，店员问我说：“这不是很辣吗？”没有 ，YouTube 拍片挑战用的。YouTube 真的是虐人的，哎呀，还要半夜剪片呢。好，那我们先来吃这个。先来把酱淋上去吧。我上次去澎湖啊，我到饭店这样讲的。我只希望我不要把它撒出来。我之前自己吃的时候，我把它撒到我手上，害我手痛了很久。真的？真的，会痛。嗯，然后我眼镜，哦，对，我上次有戴眼镜，这次没戴眼镜，是因为我这次戴隐形眼镜。普通的，来吧，筷子。对，这就是我现在想要说的。一年前的噩梦。普通辣。那现在换这个。影片在这里。来哦。
来，东北的，四倍辣，有嘞有嘞有。可是等一下，那你吃太快了，哥哥。你看他嘴巴红红的，看到了吗？对啊，名字还叫做红啊。啊？我以为一样辣。不一样。这边比较细，你有发现吗？对。可是它真的超好吃的。你看到吗？不。油桐正在吃面当中。便当。面。哦，面当啊！葡萄，葡萄，你来吃一下这个，这不会辣，你可以受得了。这比较不会辣，咖喱很香，对。对拍不到你，对。你需要点块吗？两个姐姐快要啊！葡萄。先少两颗吗？葡萄，你的衣服差点碰到。就那么一点点。另外一个。麻辣，很好很好，帮你们提供哈。谢谢彤妈。嗯。彤妈哈。彤妈。嗯。可是发现咖喱不辣，辣辣辣辣，那嘴巴很痛，痛到爆。哦，好热。是，你很热，乐在其中，信你。真的好辣，腿那也不要再吃了。不是啦，我要戳它，我讨厌你。我会拌面，这面比较硬哎、欸，你让我看。它应该最后泡的，比较硬。它是最先泡的。真的吗？不是普通的麻哎、欸，它没有到很麻，我已经辣到一直在流鼻涕。好，红脑咆哮，好像玩的好开心啊！对啊，啊，继续吃，我们要去做签，不要再吃了，这是我们的，现在我们来抽签。我的方法是带上去看掉下来哪两个。你知道我刚刚试戴的时候我抽到什么吗？地狱跟双倍。我放弃，掉一个，一个，这个是。如果想知道红和我到底抽到了什么，那就期待明天的抽。